建筑工地位于黑色阵域地图中的西北部，背靠大海。建筑工地的核心建筑是工地中央一栋正在建设中的大楼，大楼内部有很多楼层，通过楼梯可以来到大楼最高处，俯瞰整张地图的风光。大楼外部围绕着大量的集装箱和板房，同时建筑工地中存在滑索，玩家可以利用滑索进行快速转移。一，大楼底部楼层内部十分空旷，缺少障碍物的掩护，与敌人正面交锋很容易落入下风，可以利用大楼楼层较多的特点与敌人进行周旋。二，大楼的顶部楼层结构复杂，可以利用各种墙体躲避敌人的攻击，通往大楼顶部的路径较少，易守难攻。玩家可以选择降落在建筑工地的大楼顶部，快速拾取武器清理降落在大楼顶部的敌人，并利用高度优势狙击建筑工地下方的敌人。假如大楼内部战况焦灼，玩家也可以选择转移至建筑工地外围的集装箱和板房，愿各位玩家灵活运用建筑工地的地形特点赢得胜利。